今天是好，今天是2014年12月17号，是的，星期一。对，我们现在从清境农场要继续到海拔3000米的武陵农场。等一下，大面，我们要那个都要紧缩，大家抱在一起，真的是很冷很冷的感觉，这样拍才出有味道，知道吗？虽然阳光普照，有时候到上面啊，阳光是骗人的。哦，你们来是北方的狼。叫做整个从清境到武陵农场啊，然后一直会再经过到五里合欢山，然后绿水河流一直要到这漂亮哦，到合欢山的国家风景区的时候，我再让大家稍微看一下，稍微介绍整个台湾的海象的海拔呢，从那个暖温带温带暖温带冷温带寒带一直到3000都是属于那个针叶林的部分就我看的那些整个植被的部分完完完完全全都会不一样。